最萌、最阳光、最可爱的王源，最酷、最帅的王俊凯。好，那我介绍王源好了。哦，你介绍王源。我会的王源，其实我是最棒的。向未来进阶的王俊凯，是贼溜的王源。组合里面的最老的王俊凯，这个特别瞧不起，这个特别瞧不起你。十个人中间，你们觉得谁是长得最帅的？我长得最帅。我是最棒的。啊，对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组合里面的王源就经常这样跟我们撒谎啊，就是。随便翻到一页就是 A 加嘞，哇，拖了好久的。请问你们在自己的网络节目里面有什么样的分工？我就会负责配合他录制，配合他录制。这是他是一个主 P， 要节目组一个。哎呀！来，你掐俊凯同学来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啊，这个电话来，我帮你接，免提啊。喂，你福来小龙虾。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这句词好适合我们。